这个叫 K 从地卖酒店的啦，不是来干嘛，不打我，不打我决议你没开牌是啊，一拿的主力原来这个 K 是前厅吃这个火锅，那其实鸭血卖一下鸭血，这个一个40块，然后也还有烟，然后我们顺便把这个鸡胸肉也下来，这可以下那边，好，下一下鸡胸肉，对不起，唔该，啊，这个是什么肉？牛肉下这边，这不用全部下，先放。我放那个。好，你现在给我下，谢谢。那这样就可以。